这边买点他们那他们油焖条呢，人家油焖包的油焖条，他们搞不会说人家。比咱们那的比没没咱们咱们那比没伢便宜嘛，油焖条的，从各地调过来，就到你调那让人家伢的，油焖条他们搞不便宜嘛，现在。什么包邮案的来听就是，交那份外语系的，他们也总是得来不来。现在有他们的邮票，他们根本不给你们的，连比咱们的都比不上，得了。从他们从从两百块钱上班的，就把这钱嘛都存到银行里面，他们根本邮票根本不给。现在有的新闻单我们俩还不懂。这几年，都不行。他是三十万块，三十万。加船了，加船了，加了这些的。이제한번더쭉가는거예요.